日，赵丽颖现身北京出席某品牌活动，她小踩黑色高跟鞋，一身黑色露单肩薄纱中长裙，搭配遮眼头纱造型亮相。为了配合该品牌主色调，赵丽颖还把指甲染成深蓝色，十分用心。舞台上的她虽然是产后不久出镜，但生产后的赵丽颖身材恢复完美，她妆容精致，五官还和之前一样立体，四肢纤细，根本看不出是生过孩子的女人。看来为了复工，赵丽颖也是做足了功课啊，有个人的付出，当然也有团队的努力。在活动现场，赵丽颖一上场，站在舞台上，周围就有三个工作人员为她忙活，递衣服的，整理妆容，整理发型的，在镜头前是一直忙活，为颖宝服务。从中可以看出，明星真的不一样，让人羡慕的工作还是需要团队的协作才能完成，您觉得呢？